帖撒罗尼迦后书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。保罗、希拉、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，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弟兄们，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，这本是合宜的，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，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，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，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。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，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。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，神既是公义的，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，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。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，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，他们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沉沦，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。这正是主降临，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，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。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，你们也信了。因此，我们常为你们祷告，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，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，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，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，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。